shit.测试哦，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第一类群的游戏。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，马上与我们反映，我们都会立刻停止游戏。那游戏中我会一直给你不同的指示，让你可以顺利完成游戏哦。好，现在 loading 当中。前面的 star 就可以开始喽。前面下面有两个绿色的大框框，敲打可以换场景，换过去听不同的音乐哟。体验时间还有一分钟，可以尽情的玩乐。最后十秒，好，我们进入到动态高尔夫喽。看到你的杆子吗？哦，有。好，准备 loading 一下，它就要去喽。这边是只有一根有用作用。对，这边只有一支杆子有用。哎，不要打错洞哦，看好洞在哪里，不是那个，也不是这个。哎，是这个。好，这只是个简单的练习，这边才是开始正式哦。不用走过去，按食指就好，不然走过去会走蛮远的。我会撞到墙壁。对，可能走到隔壁去还走不到哦。边打，啊，你会看到你的球，然后从右边滚下来。啊，又过洞而不入。哎，还是偏了一点点。加油！好，好球。现在是第三关，
原点。啊，又回来了。太大力了。这是一个体验。今天有人打到15杆的，这是一个七杆，对，就是七杆的意思。好，这个体验要结束喽。对，好，因为他是看时间的。好，下一个的话是射击外星人，比较复杂一点点，可是我们前面都有一个小练习，我会带着你一起做。稍等一下哦。好，这是你的两个武器，左边是传送，右边是射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训练一下。现在往右边看，右边。好，举起你的手，传送上去吧。传，按食指。好，现在这边是练习射击，跟练习你的盾牌。用右手射，左手那个不能射，那个只能传送。对，好，练习盾，举盾。来，用左手举起来。左手举起看，按旁边的举起盾牌，对，右手放下来哦，你要按着旁边那个哦，侧面有个按键，好，这个，侧面不是，按着侧面，按着这个才会举盾啊，这边，好，我们往后转。好，传过去。哎，你换错，你现在左边那个武器帮我按大拇指，左边的大拇指，对，帮我选上面那个，最上面那个，对，这是传送的武器。好，传。好，选择难度吗？看你想要打哪个难度。好，不要紧张，逃进去喽。现在你要在一个城市里面打击外星人哦。现在左手可以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，右手是你的武器。你可以右手按下大拇指哦，右手按下大拇指。大拇指看下面有4把武器可以自由的更换，上面都有你的弹药数。攻击太多次会死掉，会重来哦。这个是近距离的，上面那个是传送，所以不能用。对，可以传送到别的地方去捡捡看弹药包。这个就是弹药包，要过去用挥手。好，有了。还有1分多钟可以打，我们可以慢慢打。前面是补血的，哦，这个有好玩，这个有好玩，刺激哦，还有30秒可以打。武器蛮猛的，这个是最烂的，这个是近距离在使用的光剑。好，还有5秒，最后捡一个弹药包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我帮你收回来哦。稍等我一下哦。这一款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可以先确定一下你的东西有没有录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刚才帮你带了蛮多。